快起床。
我老百姓啊，听到注意不知道干嘛？来来来，听到我喊注意的时候要怎么样？大声附送注意啊！现在是怎么样？洪中秋案过之后都没纪律了啊！来，注意，注意，注意还动啊？下面还笑，牙齿白啊？我问大家，今天我们到这边来是干什么的？混吃等死，帮付钱。你怎么稀稀落落的？没吃饭啊？来，再说一次，今天我们在这边是做什么的？庆祝光复节。很好，我们今天是来庆祝光复节。大家看我的左手边那个板子上写了两个字，叫什么？胜利。为什么会有光复节呢？因为我们抗战胜利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外面很多人说这叫中战，你有听过这种鬼话吗？没有。中战啊，是日本人才讲的。我们要讲就要讲什么？胜利。是，我们是胜利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以下几点事情先跟大家报告。等一下我们会唱国歌。如果你觉得唱国歌会违背你的良心，现在可以离开。有没有人觉得会违背你的良心呢？没有。很好，你们的良心都没有被狗吃了。听口令，第二，全体肃立。第三，唱国歌。Thank you.